治足因肿痛腿软方葛氏，男子因足肿痛方九足大指第二节下横纹理正中央五壮加姚云足大指本三壮右方桃核中人熬末九服如弹丸姚云不过三右方灶中黄土末以鸡子黄核夫之蛇床子末和鸡子黄夫之一凉右方倒无茎根若马鞭草夫并凉摇童右方鸡和六枚烧并蛇床子末分等和服少随卵左右夫卵加摇方无蛇床子小儿阴善发时肿痛根据先翁前九法随左右九踹随痛如刺方但服生叶干之取下亦可服丸药下之云作走马汤亦在施注中有因丸足缩入腹急痛欲死明阴善狼毒四两防风二两附子三两烧蜜丸服三丸如童子大日夜三度阴经中足痛不可忍雄黄凡食各二两甘草一尺水五升竹取二升子姚云疗大如斗者葛氏男子阴疮损烂主黄白洗之右白蜜涂之右方黄连黄白分等末之竹取肥猪肉之自疮气粉之摇方蜜煎甘草末涂之笔者见有阴头肿向下疮欲断者猪肉之子根据摇方及神效阴食欲尽者蛤蟆兔屎分等末薄疮上阴阳之初嚼生大豆黄涂之一疗尿灰疮摇疗阴阳生疮嚼胡麻涂之葛疗阴囊下湿痒皮包乌梅十四枚前四十文三指搓盐苦酒一升于铜器内总自九日日洗之又煮槐皮若黄柏之及香叶之并凉疗人阴生疮脓出旧方高昌白矾一小两导细麻仁等分盐炼猪之意合于瓷器中合搅如膏然后取槐白皮切作汤以洗疮上试令干即取膏涂上然后以秋叶粘贴不过三又阴疮有二种一者作旧脓出曰阴实疮二者淡易作疮名为热疮若是热即取黄柏一两黄芩一两切做汤洗之仍取黄连黄柏做末敷之女子阴疮末硫磺敷上摇童又烧杏仁捣涂之右方末雄黄矾石各二分麝香半分捣敷摇童若阴中痛矾石二分熬大黄一分甘草半分末绵果如枣以捣之取踹若有息肉突出以苦酒三升紫乌会五枚三日以洗之日夜三四度若苦痒搔之痛闷取猪肝炙热纳阴中当有虫着肝小儿突方取白头翁根捣敷一宿或坐疮二十日愈九颓但九其上右九经上右九白小腹脉上及九角大指三中九一状右九小指头随腿左右着九摇示方杨柳枝如足大指大长三尺二十枚水煮令极热以固指极沾眼肿处取热柳枝更取煮之如此取得菜
指右卵腿，属导桃仁，肤之一疗妇人阴肿，造极一之短句牡丹散，疗腿偏大气胀方，牡丹防风，桂心尺熬铁精分等合导下，服方寸笔，小儿一刀归，二十日愈，大梁婴儿以乳之合，如大豆与之，不用药法，疗颓必拆方，令病患自把糯米饼子一枚，并造夹刺一百个，就百姓间作社处，先将造夹刺分和社人社官三老以下各付一针，即出饼子示人，从头至尾皆言从社官以下起针锤。社人问云：锤何物？病患云：锤人魁，周匝总便气，针病插进，时时饼却到家，收长于一处，饼干颓不绝，自散涌颤，即神效。复方千金方，有人阴冷，渐渐冷气入阴囊中，满恐死，日夜疼闷不得眠，取生焦则之，令进以布帛囊着丸囊，令浓半寸，须臾热气大通，日再一之，取消拆。又外台秘药方，煮大剂根之，服之，利拆梅湿方，治足外肾偏肿疼痛，大黄末和醋涂之，甘极一之。右方桂心末和水调方寸笔涂之。右方治足外肾偏疼，皂荚和皮为末，水调敷之，凉出于四方，治水偏大，上下不定疼痛，牡蛎不限多少，盐泥固剂炭三斤，令火尽，冷取二两，干姜一两，泡时为细末，用冷水调，稀稠得所，涂病处，小便利，急愈。经验方，治丈夫本脏气伤，膀胱连小肠等气，金铃子一百个，温汤，浸过，去皮巴豆二百个，捶微破，敷二升，同于铜锅内炒，金铃子赤熟为度，放冷取出，去核为末，每服三钱，非食热酒醋汤调，病得其夫巴豆不用也。外台秘药治膀胱气急一下气，无以导和食盐末二物等分，以绵果如枣大，纳下部或下水遏之，并下气加又治阴下湿，无诸于一升水三升，煮三沸，去子洗养柴，又治阴头生疮，以蜜煎甘草涂之，柴千金方，治丈夫阴头痈湿所不能治，乌贼与骨末粉敷之，凉又千金一方，鳖甲一枚烧令末，以鸡子白合敷之，凉。